好，其他的消息还要来看到了，高雄县有一间国小二年级的导师啊，竟然在班上哦，教师的黑板上面公开就写了有个黑名单，谁谁谁的名字会在上面来做一个注记，小朋友们都吓坏了，很怕自己会列为黑名单的名字当中啊。那么回家的时候有跟爸爸妈妈讲啊，但是呢，学校是讲说，哎呀，这个是老师的黑色幽默啦。但是这个家长可能一点都不觉得幽默，觉得是黑色恐怖呢。现在呢，学校方面也坦承老师这样子的做法适当。我们这位是为什么会关机黑名单？压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。小二学生在学校玩耍跌倒，膝盖流血，老师竟然对他说这是报应。老师都说，那个我要把你关机黑名单，阿吉以后不能出去玩，只能在教室玩。还有说什么？是我的报应。学生的阿妈拿出联络簿，老师说孩子上完美劳课又偷跑出去玩才会摔倒，还要求家长说不要让孩子靠近黑名单的同学。黑名单的管教方式让家长很错愕。阿妈，你不要上去啊，上去我会关入黑名单。我说衣服这么脏，在早上在这边偷也会感冒到啊。孩子不敢让阿妈进教室，就怕自己被列入黑名单，因为一旦老师把学生名字写在黑板上黑名单专区，学生下课就不能离开教室玩耍。不是黑名单的人不能跟黑名单讲话，也会被关进黑名单。记在黑板上会怎么样？就不能下课。我们当然可以跟老师讲说，您这样的行为是会引起家长跟孩子的不悦的话，我们不要用这样的词句会比较好一点。我想老师也很愿意接受啊。校方坦承，老师设立黑名单的做法的确失当，已经要求他取消黑名单，只是孩子受创的心似乎短时间无法平复。中天新闻陈荣、许琼文高雄报道。还有另外。